今天给大家介绍华夫饼，先把华夫饼都给摆放在容器中，加进去鸡蛋、水和食用油或者融化的香黄油一起打均匀，然后把已经搞均匀好的华夫饼粉放在已经加热的华夫机上，两到三分钟后熟金黄色，再把熟的华夫饼拿起来放在擂台上和果酱蜂蜜一起食用。